你好，朋友，我是老吴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咱们继续开箱啊，开这个房车卡一盒。之前的第二弹跟第四弹已经成功的收藏了。今天咱们开房车卡。房车卡这盒比较小，所以估计没有之前那两盒这么欧了。大盒整盒的我已经完全摸清楚它的特点，小盒的房车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咱们看一下，里面有20张，一共每盒三张还是。20张，来吧，同志们！43号，43号。31号，7号。38，19，03。50，27，15。46，35，10。72，考拉一只，30，06。36，
26。02。45。33。09。41。22。05。34。18。01。48。12。44。21。08。49。40。04。47。29。17。43。43重了。25。13。38。38也重了。39。24。46。也重了。32。
20。28。16。11，我的猪终于来了。11。还差一张我的猪啊，37。23，我的小猪终于来了。07，应该是重了。得，房车卡最后剩两包。房车卡有点孙子啊，它那个比预计的要多一些，所以房车卡基本上你只能从上往下那么摸。不过日版整盒保底还是不错的，房车卡50张，OK 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